大家好，我是南投市嘉禾木瓜芒实木瓜栽培共同研究班班长蔡文章。83年多来，中央政府甲县府农业工作跟辅导之下，今日阮会栽培甲这芒实木瓜才成就，就是上级机关有甲辅导，互阮今日成功。我今日要来介绍阮的木瓜品质。芒实木瓜，这个的特点就是肉球香，无经无这毒素病感染，所以讲阮的木瓜好食，甜度也够。阮所种这款的木瓜，就是台农二号，台农二号的内底有分春瓜甲无瓜，春啊瓜唔免人工授粉，无瓜爱人工授粉。你无瓜那无人工授粉嘞，木瓜就会出来，嚼碎了尔。你若人工授粉做好，一粒木瓜拢2-3斤重。哦，这点有诶唔知影内容，我特别甲你报道者。这个芒实木瓜甲一般木瓜是特点无共所在伫呾。我这芒实的木瓜，那红好食，破开用像咱剁金蕉安尼剁皮，唔免剁啊。我用切的，用汤匙啊敲，唔免用剁皮就会使哩啊！哦，啊，若无芒实个咧，你甲放个红，自然滴皮袂脱哩。啊，咱这芒实个木瓜红，迄、那个皮是健康健康，所以讲我的特点，唔免惊讲你去摕这木瓜会烂皮。啊，内底哦，迄品质拢同款，食拢同款，所以讲这就是阮嘉禾芒实木瓜啊，共同研究出来特点伫啊。尤其是，大家讲，恁有分级无？有，阮分级，春瓜分3级，木瓜分3级，但是到主动金结果咧，阮有2级，他分无3级的。哦，大春、中春，阮无迄个小春，也是小木，因为迄阮在这个市场开会的时候，看伊的果实，想到阮嘛，这粒都阿伯大起来，未变达到咱的理想，阮就已经甲收购，拢甲处理掉。所以讲，阮的木瓜今仔日拢大春，那30斤大春，看到有2斤中春无？所以阮的特点就是研究甲讲大春多，中春少，无小春，安尼有原则。讲到木瓜，就毒素病，大家真担心。所以讲，这个木瓜咧，到初冬天在阮南投地区产量，数字算也不济。今仔日芒实木瓜栽培会成功。拢是靠着阮班员大家努力，大家拍拼 ，CEO 种种行行，大家拢真认真。尤其是阮今仔拄到阮台湾家是世界的第二滴，对这农业冲击真大。所以讲大家咧真认真，直直改良，看讲种这个物件对咱收益较侪来争取。今仔日赶辅导来，阮的木瓜班内所开会。每一个月15万，决定共同来开会，讲研究讲这个木瓜安怎栽培，种种啊病虫害管理，拢总一再来，大家互相班员拢在研究。到处拢见嘞，班员内底，大家种起木瓜都真成功。除无班员呢，嘛有人种种成本收袂起来。今日阮班内所有的木瓜嘞，产销出去，唔爱讲去用嫌讲这个甜度无够。阮这个芒实木瓜咧，销售量对北部市场也有，中部、园林、彰化各市场拢有销售出，新竹方面拢有。今日咱政府跟辅导干来来诶，阮对这农业信心是十足。世界大多已经大家拢加入这个 GATT， 大家啦对这农业冲击足大，所以讲阮今日会来安尼咧，大家再好。则共同的种这个物件，何阮讲安尼，大家咧，安尼有一个坚持的心肝，无管世界啥物情形，阮嘛无咧甲烦恼遐。咱这消费者吼，阮这个木瓜的品质，希望讲恁唔捌食到的，卖济，卖讲不是去拣买，你都甲经验一下，买一粒，等下互咱内面啊多人啊食看咧，感觉讲好食。对这个讲农业吼，咱这个南投所生产这个木瓜，当然品质袂歹，你后摆再继续搞捧场，多谢各位。